解诸葛亮吗？本名谢兴达的诸葛亮出生于高雄左营，小时候非常调皮捣蛋，令大人们伤透脑筋。长大后，诸葛亮一直在蓝宝石大歌厅打杂，幸运地获得登台主持的机会。你爸爸就是诸葛亮啊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你已经没在自家干嘛的出来？你当作我在泼大饼呢？没想到却意外的一炮而红，顶着马桶盖的诸葛亮名号瞬间响遍全台，被誉为南台湾秀场天王。更因为诸葛亮歌厅秀录影带深入家庭，成为艺界风云人物。朱大哥你好啊！来来来，哇、哦！朱大哥这块造型真正赞，你啊，你搞鬼拍戏，我马上给你鬼拍。哎呀，朱大哥拍戏不呀？我们不是我不爱上你的节目，你也知我太无用哎，你哦。朱大哥，张飞虽然是我师傅，但是较早我做餐厅秀时阵，拢看你的录影带呢。我有今仔日完全你甲我教呢，你是我师公，你知无？师公，你嘛叫大牌，这样。我先生。快行，把酒狗就拿吧！六，哎呦！虽然名利双收，却因为财务纠纷欠下巨款，离开演艺圈销声匿迹。他的诸事幽默与招牌动作，却被众人争相模仿。乌黑的油头短发，穿着白衬衫、牛仔裤，人间蒸发十年的诸葛亮找到了好友高凌风，一时都还认不出来。因为购买 Olen， 在朱迷的引颈期盼下，诸葛亮终于重出江湖。经过淬炼，东山再起的诸葛亮，诚挚地想把欢乐继续带给大家，请您给他支持与鼓励。好大你就来，好开口哦！好大我就来，好大你就来呀！死我都你都来，你啦，不是啦。我不知道你有病哎！诸葛亮的歌听烧，诸葛亮的歌听烧，七彩荧光变化多，海外英雄超级的，红的笑容。虽然无甲老朋友见面，但是我甲大家讲，休困就是要行搁较长的路，你知唔知？我暂时来这上主要的目的，恁大家捌看过诸葛亮啊做节目对无？啊，捌看过诸葛亮啊本人对无？但是暂时。您敢捌看过诸葛亮啊？介绍诸葛亮啊！捌看过诸葛亮啊？访问诸葛亮啊无？今仔日就来介绍者，来掌声欢迎诸葛亮啊！不是失败，不免怨叹。努力就爱较勇敢，有时天会光，有时天会暗，也袂永远这呢惨。天好开人海，甲水会健康。人心的寒，叫一声，落魄人自叹，快去冲出困境的难关。东山再起，名声搁流传，永远留予人地流乱。
我心情作数。我心情嘛袂歹。啊，我嘛唔捌诸葛亮，甲撞着诸葛亮安尼。哎呀，啊，制作人真够，甲安排一个，啊，甲我介绍，啊，互我做歌听出来，啊，甲我好问啊。我几啊十年拢问人，也毋捌拢问着。有看无？这就是做主持人的悲哀，常常讲访问，但是家己去用访问的时阵，唔知变安怎。对对对，啊问个真嘞，头家请你来对不？是，好像。要跟你问一下，啊你这句无出来，要问你啥？不是啊，我足济代志通问的，哈、啊，你啥物要问我啥？足侪代志通问诶，我相信大家都想要知影，就是讲，你十多年走咯，你是走去对啊？喂喂，头家请你来，你太太讲诶，你该安怎嘛？嘛少许许许一个，咩卖讲走咯？出国深造。哦，深造苦拉苏无讲。深造就对啦。诶啦。较关键。较高级就对啦，对啦，搁顶门啊，顶门，嘿啦，嗯、啊那无要问迄，啊无敢会问你讲，啊你某是娶几个？离几摆婚？正生偌济？这头家请你来，唔是咧干白迄落呢？你这干那咧搞我闹鬼呢？你嗯？啊，无要问这個，无要问什么？叫来，迄人拢知影，迄个迄问钱嘛较无的啊咧。问钱嘛较无的啦。叫啦。安尼少问者。啊。你叫是半输半输。好，你袂歹，但对你阿钱。对你阿钱。安尼就会使你阿钱。去领，去领。我也唔知影讲访问诸葛亮啊，遮简单，好，凊彩问三句话就会使领钱啊。去领啊，去领。好，去领钱。谢谢，大家乡亲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制作人讲请起来要搞我捧场呀，他就干要用我来啊。不要紧啦，但是今仔日就是我人生当中上欢喜，也来伫明视。也咱明视顶管的人，咱总经理、副总的哦，节目经理、宣传部一切拢支持我，好、哦，我甲伊真欢喜。但是我袂使恁失望，今仔是我人生当中十几年做伫明视头一集，我希望这个节目会互咱喜欢，啊，慢慢啊，互我来，互我心情佫较稳当，绝对做甲互咱足欢喜。第一个节目。甲你介绍超级的天后哦，今仔来遮拢天后天王，头一个欢迎张惠妹。Thank you.